哎呀妈，知道吗？千万别在法国集市里啊拿刀削面当见面礼，否则你可能会看到这样的画面。这样，上次官僚大爷白送了我们一个室内集市的摊位，今天去看看这新集市的生意啊到底咋样。一到地方，周围的摊主见新来了一家。起泡了，朋友们，你们等着，我回去就想个办法，回头让新来的人啊一眼就知道我做的这个是啥。哎，你们相信吧，我跟法国给我丈母娘买辆餐车，结果差点给我自己找了份工作。Bon, bah, écoutez, on fait les plans dans la semaine, et puis, moi, je vais commander tout votre matériel, ouais. 上回说到，我跟网上找了一家比较靠谱的餐车厂，今天一早就出发，再看看跟法国搞一辆餐车啊，到底要多少钱。开了两个多小时啊，终于到了。一进大门啊，就看到一辆刚造好的餐车，里头冰箱、冰柜、炉灶、吧台、冷热水、抽油烟机啊，是一应俱全。这嘎嘎新的，看着是真不错。就是这实物瞅着啊，比照片上可大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千万别给法国人吃螺蛳粉，否则你可能会看到这样的画面。事情是这样，自从跟法国的集市里出摊以来，每天都有粉丝朋友给我留言，不给他们尝尝螺蛳粉，螺蛳粉说了三个月我也没敢，想想都知道肯定在翻车。结果今天一早起出摊就开始下雨，冷得不行，我就拿了几包家里从国内寄来的螺蛳粉，寻思中午搁摊上能跟我媳妇吃口热乎的。想的是这大雨天的，就算搁摊上煮两包，味道应该也飘不出去。结果旁边卖点心的小哥一看我在煮粉，赶忙跑过来要买一碗，说自从上次吃完阿姨那碗土豆粉之后，他就。
少，谢谢非常。什么？对面水果摊大叔啊，一看好像又有新玩意儿了，嬉皮笑脸的过来问。我一看这也拦不住了，就赶紧解释说。我一看他这是铁了心的想尝尝，就跟他讲啊，这个是臭宝的大片腐竹螺蛳粉，里面有两大片手掌这么大的腐竹，吸满汤汁和红油，一口下去鲜辣酸爽，搭配超大块配菜和嫩滑长米粉。这俩人一会儿别再喷我身上，结果我媳妇一看这帮摊主啊，竟然跟他口味这么合得来，就一人送了一包，没两分钟就给分了个干干净净。朋友们，这一次我算是长记性了，这以后不管家里再给我寄啥吃的，说啥也不能再带到摊上来了。哎，你们小心吧，我来法国的一个新集市里还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，结果现在啊已经快成了摊主们的食堂了。事情是这样，自从我们一家人啊拿到一个室内集市的摊位以后，每次只要一开门，其他各个摊位的摊主们就先过来排队买一碗，每天光这啊就够我们忙活好一阵了。一边做着面，一边还得给几个爱学中文的摊主纠正发音。说不好咋办，小姨好不好，说不好啊，好不好就好，哎哎哎哎，买了包对面一摊的几个师傅啊，自从上次四个人分了一碗面以后，就爱上了我面里边配的那一片正宗的山西烧肉。现在每天早上支完摊啊，就单买一碗烧肉，拿过去配着咖啡当早饭吃。咱就是说，真的不行吗？大叔说啊，之所以每次都过来吃我们的面，是因为这个味道跟他去看望儿子的时候，孩子带着他在大学门口一起吃的那碗面的味儿一模一样，所以现在他每次一想孩子了就来我们这吃碗面。正唠着呢，对面一摊大姐啊，估计是吃烧肉吃齁着了，过来问我们有没有饮料啥的，快卖他一瓶。见我们啥也没有，大姐说你们也太实在了，说是干餐饮的谁不知道饮料的利润比饭还大，就这一句啊一下就把我点醒了。但是法国能买着的那些碳酸饮料我又总觉得差点意思，像我家里从国内给我寄的这款我最爱喝的好望水中式山茶气泡水啊，就更合我口味，配料表很干净，零香精零色素，喝起来就像冰糖葫芦味的果汁，而且还有丰富层次的花果清香，冰过之后来一口啊，酸酸甜甜，气泡感十足，配上我这正宗的刀削面啊，这味儿就对了。临出摊的时候啊，就收到一封餐车厂的邮件，说让我抽空再去趟厂子里看看细节。从照片里看，进度应该已经完成一大半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咱这全法国第一辆刀削面餐车下个月就能正式营业了。朋友们，你们要是还有什么能用到餐车里的好点子，记得抓紧留言告诉我。阿姨们知道吗？我们家的削面摊今天终于升级成小餐馆了。Oui, j'ai vu, c'est génial. Vous êtes bien là, non?是这样，看过我前两期视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集市的管理员大爷啊，为了不让我们一家人挨冻，给我们个室内的集市里啊免费找了一个临时的位置，正好最近啊世界杯开始了，我就趁这个时候给他在电视上放球赛，果然过来买面的法国人啊就越来越多了。不过这生意好，
年啊，从欧洲杯到世界杯，甚至是巴黎圣日耳曼球队，那都是咱赞助的。所以搁巴黎这一块腰杆那是相当的硬，看着咱自家品牌现在搁海外越做越好，心情是特别爽。当下毫不犹豫就订了一台，画质没得说，看起球赛特别流畅。想想等到世界杯决赛的时候，和一群法国球迷一起端着面碗，蹲在我餐车跟前啊，边嗦面条边看世界杯，想想就觉得带劲儿。